再生穴是用来救人的，不是来杀人的。你想我死是不是？我就拿你赔一次。走人，走他！ 掌握了再生科技，那帮金主的命根钱都得听我们的。只要能够把我妹妹治好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停车！唐先生有指令，我应该听谁的？听你的心。 快走，住手！属下官的全部给我让开！